spare rotor tools. Mixer, air cooler, water cooler in, water cooler out. Wait.您稍等啊，我过去的时候您再到。OK。OK。好嘛，在这儿，就在这儿。
这个，然后它是这个，曲线分析，一号，然后这个时候等一下处理，就是平均一下会更好发现，然后这个第一个点就是装载峰，装载峰就在这个，就这个地方，叫这两个点，就是它装载峰的意义就是什么呢？我们装料的时候，料完全装完了，全装进去了，下一个点就找扭矩最小点，一定要按照这个顺序来找，然后扭矩最小点在这，大概在这个位置，是吧？扭矩最小点，然后右键点扭矩最小点，下一个是扭矩最大点，这个扭矩最大点就往前找，找这个，它是熔，就是当你这个料开始融化或者刚刚开始融化的一个融化点，点它。下一个找样品交连点，样品交连点在扭矩最小点向上多少，根据你的经验值来判断，大概是%多少，就是工程师自己的经验的问题。然后大概就是在刚刚起波起度这一块就叫交连点，就是开始发生交连，那么选样品交连点确认，然后结束点，下一个点叫结束点，结束点应该就是交连峰值，这个时候这个料已经完全的降解掉了，或者完全发生交连了，这个就是实验的终点，确定。也就是看看，保存的123，然后在 test data 下面的123 sale， 然后呢我们需要退出软件，进到E盘test data 123，那么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进行一个实验的选取的点，我显示显示乱了，等会我给你修一下闪灯就好，没修好，然后会这个设一下这个位置，停止，这个时候把它停止以后，现在把它拿下来，看这现在是平的，
目前这俩停的螺线上，这个。